比如说参加这两个可能很充实或是很累，是有任何你们想要感谢的人，这个时间是属于你们的，可以一起来跟我们所有的伙伴来做分享。那或许想要征求自愿的，有没有写自愿？自愿。这两天都没有什么心得吗？来，我们掌声。六千三千，那我觉得也有点惊讶，应该可以说，谢谢大家。
都很大的影响。那他们的话，就是对于真的非常的辛苦。可能觉得你下课很累，走路走得很累，闯关闯得很累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对于是跟着各位两天两夜，而且他们的任务还要再照顾，是不是给所有的队伍一个掌声？或许说刚才那个时光你们没有把握住，那现在的时间或许想要请各组的辅导员上来，各组的辅导员上来，各组的辅导员请上来，第一小队到第五小队，第十二小队。那么快，我们的时间不多，好，大家看哦，这是我们陪伴我们两天两夜的所有会员。那现在同学们想要请第一小队到第二小第十二小队，同学想要请每位小队员。啊，每位贵族对你的小队都说一句话，到两句话，好，替我很好，作为一个学员的一句话或两句话。那我们从第一小队的第一小队开始啦。哎，走过来，跟好，你麦克风好。来，任何贵族讲话要注意听懂。那我要给我的小会员，就是。我们这一队啊，我跟大家都算是跟我认识的第一天，大家一来啊，就想进单房的记忆。那看到你们大概跟我几个人同一天班的时候，那我觉得这两天多来啊，可能相处的时间很短，之间的感情还没有很融洽。不过看到你们每一个人，我都都很用心的配合的候选，那也很用心的表演着我们晚会的节目。那在大力那个大力游戏的时候，也都很尽心尽力。那在这边呢，还是谢谢我们第一小队的队长，谢谢你们。
有啊，谢谢。我一直想在讲课里面，还希望各位可以。然后第二个动作。
作。第二个工作就是刚才发给大家的心得小卡，是要给大家写心得的。那如果你们写完心得，请把它贴到我们的墨学的左手边，就是外面的墙上有一个留言板，请把你们的心得写在小卡上面。或许是感谢的一句话，或许是两分三分的心得。那我们好，那现在如果这两样东西，回归单已经交回来，前面的就可以开始工作，请把你的小卡写好的小卡交到我们用。墨学的左手边应该有一个留言墙。那3:20，3:20，我们在我们三楼的广场，好，准备出发，那开始工作。你的。谢谢。